看看新闻网。去年许志安在郑秀文的生日会上求婚成功后，香港媒体称两人将于今年四月摆酒，可如今日历已经翻到了五月，喜酒却丝毫不见动静。直到日前刘浩龙爆出猛料，说许志安郑秀文早已结婚了，难道他俩是瞒着众人偷偷进行吗？我之前看那个杂志说他们已经结婚，原来是订婚啊，就这样子的，没有爆，我千万不能说我爆，没有。话都说得不流利了，想来浩龙也是心虚的，想赶快补救啊。